唐小唐昊两兄弟曾经令整个魂师界为之颤抖，必须将唐昊逐出宗门。逐出宗门。阿姨，阿姨，阿姨，为了我们的孩子，必须去阻止他们。唐三，你胆敢与武魂殿为敌？阻挡者，无证。武魂殿，好一个武魂殿！一朵菊花，一个小鬼，就凭你们，也敢伤害我的儿子？武魂殿，我回来了。